还在弄那个破电源，快递到了，听到了，取快递，又可以拆包裹了，又可以愉快的拆包裹了。对，我的钓鱼的一套的东西都到了，拿出一把刀，开始做个开箱，来吧。那两个是玉龙的，这些是我的。这个刀钝的这个透明胶都切不开了。来看看第一个东西是啥，这是耳盘架，就这样的不锈钢的，说是，但感觉这有点轻啊。它是这种是快插口的，实际上它你装了这个之后可以装他们这个产品一系列的所有的东西，什么钓鱼鱼竿架呀、之类的，什么什么等等等等，都是可以用的。这个这是我们的，你只要说明白就行。再见啊。对，阿挺的东西。是这个，对对对，是这个东西吗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好吧，你就放这儿吧。木头的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我去，这个扣不开呀，得拿个起子来。只找了个梅花起，应该可以顶开。嘿，买的是华氏依偎的这个鱼竿，是阿挺推荐的，是国产品牌里边比较好的。没了，就这个。看看我这颗杆吧，感觉有点长啊，但我买的本身就是长的，我买的是5.4米的，一寸长一寸强，必须是5.4米的才能钓上大鱼。450，它不会发错了吧？发成4.5米的了吧？那我就真的是，真的是日了狗了。卢克，他这个450不知道是啥，可能是个编号。他各个那个叫什么？各个长度的都是写的是这个。这个15.4米。这个确实是5.4米的杆，这老长啊，一寸长一寸强，这可以拉几十斤的巨物啊，说是可以。可以，这杆，然后这个箱子。这个箱子，这边买的是
裁掉的一些东西，必须要要的东西，这个都是买的画室的，一位这个拉尔盘，一层的这种，然后他们俩是一套的。哎，然后这是他们的这个五米四的线，一盒有两个五米四的线，我就可以给它全部放在这个拉耳盆里边。拉耳盆里边，这是三号的线，这是零点八的线，基本上是用零点八吊，但保不齐水库里边会有大雾，有大雾的时候就换。这零点八的买了四个 ，OK。然后就是它了，一位的迷你鱼护，就是月龙买的那个啊，小的。鱼护得有一个，没有鱼护的话，这个上了鱼不知道放哪儿。鱼护，唉，想想找地方放东西吧。以后就是这种大包小包的，小包的走了。这个给它装了，正好给它装了。小心！哎，好，把这个拉出来，看一下以后要怎么用啊？这样用，这样做，这样做的话，就把这个杆放这儿。拿耳盆这么放，这样放，然后这个盆就是这么放的，对吧？对，就这样开整，哦，就在这个位置了。喂喂，哎，这个不好拧啊，这个拿出我的工具箱吧，不好拧这个。还是这个要好用一点。电池，这样就方便多了嘛。嗯，哇，第一颗螺丝是真难打。
我晕。哇，好像是要用，哦，这个是慢速档，这就是慢速档了呀，怎么会这么难打进去呢？哎，好，进去了，终于是进去了。OK， 搞定。这也不影响拎，对吧？给它完全放进去的话，直接就可以不用拆下来，直接可以镶到这个箱子上。可以啊，来测试一下，放在钓鱼的这个情况中要如何去这个组装它。OK， 怎么样？这就这可以拉饵了。然后配合上那个杆架，杆架插土里边了，啊，就插土里边的那种杆架，啊，我就拿着这个小箱子就可以钓鱼了，不会坐烂了吧？听到啪的一声，哎，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这样拉饵钓鱼，这样我的台钓的这些东西就都有了，就。然后我的那个叫什么钩啊那些都有，就是说带个这个箱子就可以钓鱼了，挺方便的。把我路亚的这些东西都拿出来，这个箱子我是准备放台钓的东西，就路亚的东西到时候还得找袋子，还是得找个袋子重新装。堆东西怎么都露出来了，这线组。好，我看看这个鱼护能不能放到里边，看看。哇，放不下呀，放不下呀，放不下就只能是放到这儿了，还是得放在这个包里边。把我的这个拿出来，这些都是我抬掉的东西，貌似也放不下，依然是放不下。那我的这个漂也放不下，那我实际上这里边也放不了啥东西，什么都放不下。
那只能是把这个放进去，这个应该放得下吧，这个要再放不下的话就有点过分了。哇靠，勉强放下，勉强放下。好，把所有的这样的白条专攻的这种串钩啊放到这个包里边，侧边的这个包，因为这个包的话我就不打算带出去了，就放到车里边，出去钓鱼的时候把这个拿出去，回来的时候给它晾干了之后放到这里边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弄脏，因为这个东西要让它保持干净的话是不太可能的，只能是让外边这个包保持干净了。好，把我的这个鱼护放到后边去，放到这个箱子里面去。哎，来吧，把他们都装进去。愣是得要个袋子才能装得下。好，我想想，那这个要放哪儿呢？这个好，哎，靠，这还有两个，我真的是疯了呀！心态崩了呀！没说完。把东西全都放进去了之后发现没有收完，心态崩了。哎呀，把这塑料袋放到这里边去。路亚的水域比较少，所以说我们路亚的机会比较少，把那些东西放到里边一点，抬钓的机会比较大，去把抬钓的东西放在外边。东西都收的差不多了，把这个杆给再放好，杆放好就行了，杆放这儿，靠着。可以放这儿靠着，很完美啊！终于是快弄完了，确定一下这里边是没有东西了，给它盖住啊！给它丢了，东西都给丢了，这还有东西。啊，拿过去丢了。好，全部弄完，这是我所有的抬钓的工具了。这个箱子里边我知道以后放啥了，以后还要放鱼饲料。对，鱼饲料，对，喂鱼。搞定，这个小东西充满了，又可以供我用两天。这边充到79%了，够呛今天能充到80%了，但是无所谓，对我影响不是很大。收拾好我的钓鱼的东西，我和胡哥要开始弄皮划艇了。我们准备从这个地方顺流而下，那哥俩在这条河的远处下游那边有个桥，他们在这边钓鱼，我和胡哥准备划着船去找他们。
跟上胡哥是绝对会瘦的。是，又是篮球又是足球，哎，对吧？哎，然后皮划艇，然后打拳，还有哑铃，是这个。哎，这个怎么弄的？哦，这这儿，搞错了。我们两个在这儿船都还没打起来，他们就回来了。哎，你看你们进气了没有？没有进气，没进气，没有进气。对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错了，错了，错了。是要拧起来是吧？这脑子不好啊！四肢发达的人他妈脑子头脑都比较简单是吧？忘扣了。他要扣一下，嗯，不对呀、啊，来我来吧，我来。你看老胡这个明明是领的，他在这拼命的怼，怼的进去个屁，还是给他领进去。不行啊，这个呢，那个车轮胎都能打，别爆了，爆不了啊，这早呢，你看这个，那都吃饭啊。哦。虽然他们哥俩回来了，但是老胡依然还是要打着他的皮划艇出去玩耍。行了吧，兄弟？哎，只好磕。哎呦，坏了，坏了！又坏了，坏了！这玩意儿，着急，操！压硬蹦出来，能不能蹦出来？给压住了。嗯，蹦不出来，蹦不出来。好，这个船已经弄好了，现在开始。给擦，给它擦干净。擦干净，我们就可以出去划船了。老胡非得玩。屁股脏了，没事。好了，这个干的，在它干的抹一遍吧。你这要上炕呀？我是爱干净，没见过你这么爱干净。嗯，从来都很爱干净。做好万全的准备，把这个救生衣好好擦一擦，擦干净，这样穿起来不脏。嗯哼，不埋汰。行，我擦，那你一会儿擦你的。啥？我给你擦完，我也擦完。搞得干干净净。我这得把车搬了，但是他也搬。我也付出了劳动，好吧。擦你的就是你呀。对啊。谢谢帮我的擦。这奸诈的笑容。我打气的时候，他说说完。范江叔是要来找咱们，是吧？但是太冷了，扛不住了。是吧？你让他来吧。你说来吧，又没多远。也就1000公里。哇靠！我这是胖了吗？这扣不住，我居然把这个带松到最远才能扣住。哇！一人拎一头，来，一人拿一个那个桨，递一个给我。然后拎着走，不是一会儿我们进水里边再弄吧？这些东西，先把这个拎着走。从这下不好下吗？对吧？哎，我去！好，等一下，啊？只能往下跳啊？是吗？嗯，可以。来放，放，你扔，放，你扔，放嘛，你扔，哎，对，我这有绳子，看看。从这儿上。这不是很好下吗？这是正好。对啊，我先上啊。别上了。不脱鞋吗？确定？啊？确定不脱鞋吗？不脱。啊？不脱吧。来，我给你拽着。得亏我给他拽过来了。你看，你不脱鞋，你不脱鞋。回去再洗啊。知道吧？你给我这儿擦一擦。擦一下，我们两个咋擦呀？啊？来吧，嘿，打！哎呀，那你咋下来？你屁股冲下来啊？啊？来吧，你先帮我拿着这个。
我要咋下呢？你跳啊，直接过来，过来这里，要不屁股着地，屁股过来，直接屁股，不用，哎，就这样吧。你别踩到我裆了。快坐坐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线要给我们，别一会儿那啥。挠个地方。哎，不用打蛋。哎。在里边讲，你那脚放两边，戳到我裆着了。总感觉都有点怪，我靠！你那小短腿这样塞，塞两边就完了。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对嘛，我是说塞两边嘛，啊，你非得让我往两边倒，这不唠吗？让我们花钱。让我们。让我们荡起双桨。你对对，你负责这边，我负责这边。你怎么把我配合呢？我知道，来了。好，对。好，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里有那个，哎，就往前滑就完了。我知道，那有线。那个。别去那边，那边啥也没，就个堤坝。往这边走。往这边走。反了吧？你说了反了吧？这边是去景区，那边是个堤坝。这边是去景区啊？堤坝是吗？嗯，这边呢？我们刚才就去上面去钓的鱼嘛。这边是去景区。哦，对，我们是从这边过去。啊？我们是从这边方向。这边是去景区啊？哎呦哥，我是说嘛。对对对，往那边。对，看着线。走走走。对啊。看着线。就看着线。老胡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不停的锻炼，各种锻炼。你那边再用点力，歪了歪了歪了。对，不，你滑，你滑，你不管我来，你滑，我配合你就完了。关键是歪了呀，马上撞到芦苇荡了。我滑一桨就过来了嘛。那你再滑，滑多滑几桨啊！我让你滑嘛。你滑，还没事。滑滑，嗯，走。滑。我们两个现在是在配合。对，配合配合就。对。哎，我们两个为什么要对着面对面呢？我们其实可以，哦，对，头都从那边是吧？哎，现在别动了，现在一会儿翻了，不会的。哎呀，一会儿翻了，哥，这个水深得很，哥，我去，水深得很。但是我这样的啊。对啊，你就再过来一点，你再高一点。好像有点怪。不，你再高一点，你就顶到我的腿上。对，啊，对，这样舒服吗？这样就你把腿分开。啊，这样吧，我把腿分开干啥呢？我把腿分开，感觉更怪，好吧？我这样还能顶着点儿，不然的话就是无限的接触，这感觉更怪。我们两个都在后边，会不会有点？不，哎，我可以这样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就这样顶着，对，你像那个。哎，这样好一点，这样好一点。我你就这样顶着吧，不然那样有点太亲密了，感觉有点亲密无间的感觉。哎呦！来，走，滑，走。那是谁？阿锦。阿天，哎，阿天，你不用钓了，那边有个渔网，鱼那边就没鱼。阿婷就没钓，月龙在钓，月龙在。对，你可以去给月龙说一下，那个地方有渔网网着的，他这边鱼都没有过去的。哎，过不去，看到没？可以过去，可以过去，走，走，我们最起码要过了这个。过不去，那里已经过不去了。不是，我们探探险，我们过一过这个桥，好吧？我去，那还不如上岸，然后把船拉过去呢。哎，不，走走走。下面吗？你不说拦住的吗？没拦住，就是在最上面，最上面是它中间长度旗嘛，还有大船。走，我们先过，我们先过桥。你确定要过？对对，过。过去看一眼，走。这有啥好看的呢？这肯定有看的。你这个是自己带的还是怎么样？啊啊，自己带的，自己带的。嗯。哎，对，
走。肉肉非要过桥，这个桥洞。看这个桥洞，正好可以过。我们要站起来一点都过不了，正好可以过。那边应该是，你看那边网更大，看到没？哦，啥也没有，就一个绳子。哎，啥也没有，就一个绳子。走，进景区喽。走。他可能是打脏东西的，明白了吗？对。对，这里就是个啥也没有，就两根绳子，跟刚才的一样。挡脏东西。这种地方是游客永远来不到的地方。被我们两个拦了。到达我们坐船的地方了，真是，又是另外一个风景了。对，哎，有那个，那个是啥？小野鸭子吗？哎呦，野鸭，游的还挺快。往这儿过去。我们对，从这儿走。哎，我们倒过来。我们倒过来了，是因为你没有使力。原来我在滑。别看我们的船小，但是依然是可以在这个水上自由穿行。主要是我们俩的技术配合行。来，走，往里面走。走走，先去里边一下，然后再去别的河道，再去探探险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了景区这边，又是熟悉的地方，又到了这个亭子那个位置。我们就不过去了吧，他们那边挑头的船很多。你看最高那个台还挺远的。哎，你滑一下。哎，你看最高的地方还挺高的。嗯，然后第一个观景亭，第二个观景亭，爬死，爬到最高的那个地方。好，我们两个要开始去探险了。换一个河道，右边吗？左边？右边。右边就是回去了呀。不是，走右车道。哦，右车道，右车道。右船道。这滑的有点太卖力了，卖的我的腿都湿了。宰鸭子，你就不能停？我就不能停。对呀，你是主要动力，我是把舵的。平时天我们都是在桥上面走，今天我们感受一下在桥下边走。对，走。穿过这个桥洞，石拱桥。他们今天这个船的生意还挺好的，一窝一窝的人。哎呦，这个词用得好，显得人多。进洞。进准了，进准了。我们要穿洞了啊！穿哪个？穿这个吧。啊，看一下配合。穿洞，穿洞而过。这个是需要配合的。这个需要配合。哎，够，一次搞定。我们安全进洞了。哇，别有洞洞。来看个全景。来看个全景。啊？看个全。到此为止了，那边过不去了。是吗？那边过不去了。你都还没过，你咋知道过不去？我看过。是吗？有石头。浅了是吧？对。那就走吧。回家喽。浅的，浅的，我们过不去。往头，往回滑。往回滑。配合，配合。哎。遇到一个浅滩。哎。
撑不过去了。对，这边是，哎呀，这边是浅的，旁边是深的。好，我们从我们旁边走那个河道。对，河道过来。哇，这个地方正好碰到浅滩。对。对呀、啊，你们这边其实也可以搞这个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增加一个收入啊。不行，一次100块。他们应该都有营业执照的。对，这些应该都是备过案的。哎，就这个浅滩，刚才卡这儿了。现在我们这边也挺浅的，过去。对，走了，走。我们两个。回来晚了，这边被堵住了。这是故意，是完全故意，完全堵死了。就是故意的，是吗？我们再过去看看，看他这个左边，左边还能不能走？不用看了，你看他那个桥是这样斜的吗？不用看了，走吧，我看到了，走吧，好吧。我们从那边上，走吧，从这儿吧。啊？从这儿上？哎，对啊，我们就从这儿上去不就行了？对啊，我们可以。上他的船吗？对，从这儿上。走。哦，那边锁上的吧？哪边？我们划过去先看看。那我们从旁边嘛，旁边这不有石头吗？对，对，从他那旁边。对。哎，他的船旁边可以过，两个船中间。看到了。不，两个船现在划开了，可以过，可以过，可以过。你看，够了呀。绝对够。那边还有艘船吗？没没没，绝对够。是啊。对，你信我的，绝对没错。把他的船往旁边用手一推，就可以了。好嘞。我很窄啊。够了够了，你手推一下那个船就可以了呀。嗯、来，推开，用那个他再过来。哎。哎呦喂！哎呦。哎呦，坏了！坏了，坏了！把这个船先推开。对，拉着他，拉着他，拉着他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，可以，可以，走走，拉着他走。拉着他走。走。哎，你这边顶着啊，顶着。对，顶着。对对对。等一下。拉着他。对。走。对。拉着他。我们两个是真不容易啊！好了好了，拍下来，可以。你拍了吗？我拍，我正在拍。走走。顶着。哎，我顶着。我顶不着。走走走走，走走走，过了过了，这不就过了吗？走，走。好，您按那个按他船上，不用按，不用按，直接滑了，直接滑了，这不就过了吗？这就过来了呀，这就过来了呀。顺利通过，顺利通过，可以。让出了一，我们的这个，咦，看到鱼了。通过我们的技术。我们技术还是过硬的，还是可以配合呀。我们准备在这儿上船，那咱先划过去再说吧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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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对，下船是个技术，下船是真实技术，要身轻如燕的。OK。哎呦！哇、哦！先、哦、要侧边。侧边吗？我想想，我怎么要哪边？好像啊，还是头吧，头吧。头啊。嗯。头，让我跳上去。好。跳。来，来跳，行。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不蹲起来滑，对吧？哎，好，腿麻的，我慢点啊，慢点啊，腿是麻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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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站起来，
哎呦呦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我靠，这你妹的，这是，这简直就是，你把这个机子啊丢下边吧，别拍了。我帮你拿，你怎么配合的滑过去？撑，等一下，我试一下，我撑不下去。好嘞，撑不到。好好好。好，来把这个给我。好，这个安全。等一下啊。不不不不不，你把那个丢给我，快快快快，要丢要走了，对对对，两个才能滑，一个滑不了。哎，把后边绳子系给我就行。好，你就揪的那个船我就下来了嘛，这哪还需要后边绳子吗？来，好，可以了。我去，哎呀 ，OK， 直接往里面摆。裤子湿了。你要哪儿湿了？裤子湿了。悬而归，凯旋而归。放这呗。啊，就这，放这。哎，裤子都湿了。湿到里边去了都，我得进去换条裤子，裤子都湿的，你看，各种湿。你俩滑吧，不滑我就放气了啊。换条裤子，乖，乖，冷了。看看这个是那个跃龙钓起来的鱼，我刚刚百度。那个查了一下，这个鱼叫沙丘。看这个上面，使用价值高，市场价格达到了200至250块钱美金。这个鱼哦，200到250块钱美金的鱼。这跃龙老是钓起来这些很贵的鱼。过了，哎呦，再唱两条。两条。来吧。沙丘4000块钱一斤，哪有4000块钱？四两百至250块钱一斤。